时候就会有这个反应。我觉得分工嘛，你就分工就不能谈几十万嘛，你没能改谈呐、啊。你的房子，然后就是破坏啊，或者是这个厨具啊、卫浴啊都没有摆的旧旧脏脏的，其实看了屋主会觉得蛮辛苦的。其实我觉得会舍不得租出去的，应该都是他预售的时候买，然后出屋的时候自己会住过，然后就租出去，我就会比较舍得租出去。真的，可是身边我就就要知道自己有朋友要去住，可是又不想租给人家用。登率就会非常低嘛，其实就是我刚讲那种心态啊，因为刚住就要去换这样子的案子，租给人家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哈，你就赚一点这个房租，可是你可能收不到或怎么样的。那如果说你真的有新人来管，那你就交给别人，可能就这样方式会加加分嘛，对。而且你其实，那现在房价很高，买房子的确准建数，其实台北市来讲，每次建数最多就是中山区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山区就是。平数少的比较多。